他真的很乖。那养儿子的都会这样，看到女儿都会赞叹。真的，范范被小女娃圈粉，这样回应仙女送公文。没想到那个上帝会给我两个，同时给我两个宝宝这样子。范范出席保养品代言活动，分享照顾飞翔双宝的经验。那天在那个两个月的时候，有这个发现异位性皮肤炎，所以也是跟皮肤作战的抗战的好久。他在台上示范帮护理宝宝娇嫩的屁屁，好久没经手新鲜的婴儿，整个心花都开热。谢谢娃娃，谢谢娃娃，谢谢娃娃。而他和张韶涵的黑白狗恩怨还未落幕，上回才刚说无聊的事情不重要，大家就也都放下吧。啊，又爆出新闻，指两人前世都是仙女，却因送公文比赛结下梁子。但是送公文比赛意外掀起话题。你有没有办活动啊？你说送公文？那太过分了。所以你没有办。送公文现在好像蛮流行。真的假的？因为范范跟张韶涵吵架，牵扯前世。等一下，好聊的事主范范也不想谈前世，活动结束立刻快闪。